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寸真曲味任风吹，风雨飘摇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竿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心不着成灰。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？陈火娥，我不管你是谁假扮的，在这装神弄鬼，本阁令建议你在我动手之前先把解药给我，要不然我不介意再杀一次陈火娥。任何人只要与本阁令交过一次手，不管过去多久，我都能认得出来。陈火娥与我交手数次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努力隐藏自己的交手痕迹，都是徒劳。假的永远都是假的。只可惜这解药只有一瓶，不知道沈大阁领敢不敢来拿。沈大阁领还真是为了百姓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那些贱民的命我可没兴趣拿，岂要是真的。自然，你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什么花样一块放出来吧。哼，那瓷瓶上的毒就够你好好享用一阵了。此毒会随着血液在你周身游走，将毒带遍全身，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僵硬无比，最终你会变成一棵会呼吸的树。沈大阁里还真是难缠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死在这里不好吗？火娥门的总舵主，你真正的头目是朝堂上那位吧？你们假借陈火娥的身份到处装神弄鬼，不停换身份扩张势力，不仅仅为的是在瀛州建立一个火娥门，而是觊觎整个大仓。
沈大阁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我此次的任务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举歼灭你沈渡一行人。如今你已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不知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大哥领，沈渡。那我就自己选一个了。沈渡。沈渡。大哥领。大哥领。沈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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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领恐是中了奇毒，可有解？小的医术有限，看不出是何毒。看不出是何毒。城中百姓服了大哥领带回来的解药以后都有所好转，可偏偏大哥领他这把害人精，没事就发明些莫名其妙的毒药来害人，我非端了他们的老巢不可。救人要紧。可广春他和莫府我都已经翻遍了，都没有找到有关毒药的东西。我只是把火门去过的地方全部掀开来看了。陈火和阴险狡诈，自然是不会把毒的解法放在明处。好了，针灸风雪只是暂缓之计，我现在想不出来别的法子来减缓他躯体僵化的速度。如果再找不到解药的话，恐怕他……沈渡中的毒不是中原的毒。我译过西域之书，发现火蛾门的戏法与金乌部落传说中的圣门秘术极其相仿。那我们这就去求医问药。不可。多年前金乌部落突然断了和大仓的来往，对大仓的人表现得极为抗拒，贸然前去不但救不了他，可能还会把我们困在那儿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没记错，
我们之中只有我最了解西域。我前去取简要便是。我也去。你得在这儿守着。沈渡拿自己的性命守护了瀛州的百姓，你也该守护好他，更应该替他照顾好沈夫人。好在这里离金乌部落并不远，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别做。多谢潘郎君，大恩大德来日再报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等我回来。上课，我身上有好东西，你瞧一瞧。什么人？跟你说有好东西，让你瞧上一眼。大藏人果然狡猾。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肩膀扭伤了不能自己喝，就要喝我给你喂的吗？你起来喝一口好不好？就一口。
夫人这几日还是未曾进食。他就一直守在床前，哪一个时辰失针一次，谁说什么都不肯休息，也不让别人靠近。再这样下去，没准夫人先倒下了。那你说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算日子，如果潘郎君顺利的话，也该从金屋回来了。就怕你家大哥领的解药还没到，姐姐先倒下了。夫人，您歇息下吧，或者您吃点东西也行啊。要是大哥领醒来发现您累倒了，一定会很难过的。他没醒过来之前，我是不会倒下的。潘郎君回来了。我怕我再不回来，你就坚持不住了。可我找到解药。这位是素光，金乌部落的圣女。我是叫你悄悄把人给请过来，是请，不是给扛过来。怎么回事？他非常狡猾，我根本就请不来。行行行，去吧去吧去。是藤缠树，圣女可了解此毒？此毒是以木渡蛾的幼虫为主，毒芥木、百日草、西域乌头等带毒的植株为辅。没想到这种小蛾竟能研制出如此烈毒。但此毒是只有我族圣女才知晓的制毒秘法，从不外传啊。既不外传，那为何虎鹅门的主上会有这隐世的毒药？难道此事有隐情？我长话短说吧，因此毒太过于阴毒，早被我族禁用。但多年以前，我族的一位圣女失踪了，此后再无音信了。这么说来，这位圣女可能跟火纹门有联系，将此毒传授。不会的，圣女戴斯一定不会与邪教勾结。你是圣女，一定会有救人的解药，对不对？来之前我听潘池讲了个大致，我又翻阅书籍特调制此药，但愿能有效果吧。今日解药之恩，感激不尽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答应随你来一趟，但此药得另算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潘郎君可以啊，风流斋都迁到西域去了。
神都，神都，你醒了？怎么样啊？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睡了这么久，都有点想你了。你要是再敢这么欺负我的话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大哥临醒了。嗯，啊，你这小屁孩，不该看的东西不能看。你再叫我小孩，我可生气了。不服，咱俩决斗。小孩，苍天保佑，化险为夷！苍天保佑，化险为夷！苍天保佑，化险为夷！哎，你这小孩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告诉你，不该看的东西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神都，我真的好想你啊。看来你还是用真心了。你昏睡数日，不宜饮过多茶饮，把手给我。嗯。脉象平稳，看来毒已解的差不多了。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言，是要用膳还是要沐浴更衣？别动。可有不是？瀛州的事，我让景林盯着呢。城中有孙谭带着一两人维持秩序，这件事很快会结束的。那虎儿门的余孽呢？我让景林封锁了我毒已经解的消息。他们真的会信吗？要的就是他们不敢确信。打探的消息如何了？回主上，现在城里都在传，那位京城来的白无常快死了，而他夫人竟还没等夫君咽气，就跟那位神探潘池勾搭在了一起。听说沈都的夫人与潘池是旧相识，本就不清不楚。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。营地虽然被官兵捣毁，可只要沈都一死，势必会乱作一团，到时候整个瀛州城便是主上的囊中之物了。以防有诈，再探。是。是丹砂。
这是那日打斗时陈火娥身上掉下来的。我让景林再次搜索了广春堂，果然在角落里找到了遗落的细碎丹砂。丹砂常被炼丹所用，产量极少，故而十分珍贵，一斗十斤也不为过，火娥门怎么会有？若是让人少量长期服用，也就是会提前防腐，所以死后尸体才能长时间不腐。原来火娥门一早就准备了给教徒这死而复生的技法。丹砂的开采严格掌控在朝廷手里，火娥门却能轻易的打量拥有，看来他们早就渗入了大仓的矿业，也心知道远超想象。你的意思是难不成这火娥门的幕后之人是想要……哭哭什么？哭不出来。很久了。你的迷魂香也该换换花样了。果真还活着？你真当本格令是纸糊的？你不是陈火娥。真面目就这么不能示人吗？你真的看透了吗，沈渡？沈渡，大哥令，让他逃了。看好他们，我要活口。是。
竟会有令物品如此快速燃尽的方法。事发突然，当时烟雾太大，我只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。你在想什么？你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圣女黛丝吗？传闻中，她曾经研发过一种助燃术，不要说这面墙了，即便是这整个院子，都能在片刻之内被燃烧殆尽。大哥领，找到了当年梁僧大火的一名目击者，据他所说，当时在周围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味道，而且那场大火看上去十分诡异，竟不时地冒出紫光。青乌助人术，若用此术烧粮仓，的确无需半日。如此说来，金乌部落的黛丝圣女，看来是与火蛾门脱不了干系。什么意思？素光圣女来此是何目的？我大仓虽然与金乌部落鲜有往来，但也知道圣女失踪乃是大事，如此平静，怕不是早有预谋吧？我并非是有意隐瞒，圣女黛丝与一大仓男子私奔，从此以后下落不明。族长本想着息事宁人，不想这些年竟多次出现仅本族圣女知晓的幻术技法和方剂。我想着必须要尽快查明真相，以免圣门遭无妄之灾。大仓男子，请临。大哥领，派人快马回京城报，瀛州危机已解。是。在外面转了这么久，总算是进来了。还真是不客气。有一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的话，那就别讲。我劝你早日兑现约定，与言姓合理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同我说话？一个装扮成女子的楚旧好友吗？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，堂堂大阁里还真是有底气啊。有些话说出口还是小心为好啊。每天在刀尖上的白无常，你该如何给严姓幸福呢？本阁领夫人的安危好像不劳烦潘郎君费心吧。只要有我沈都在一日，没人伤得了严刑。这大阁领还真是嚣张跋扈啊，也真不知道严刑看上你什么了。好啊，今日既然你已经说了，那就请你说到做到，不然的话。要不然如何？不然的话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会回来把他带走。我们夫妻之间的情感你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今日我便把话放在这儿，你等不到那一天。最好是要跟圣女走了吗？你不是也对那个黛丝圣女的去向很感兴趣吗？
圣女身份尊贵，可得护卫好了。哎，多好一杯子，就这么打烂了，可惜了，鲁莽。多亏你冒死，从陈虎娥手中护下解药，城里众多的百姓服下之后，很快就都恢复了。看着百姓恢复，过上了安稳的生活，我就觉得呀，就算办案再辛苦，都值得。大哥亮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哥亮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谢谢你救了整个瀛州城的百姓，您是个好官，这些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您别嫌弃，您收下，您别嫌弃。大哥令，谢谢大哥令的救命之恩，谢谢，这是一点心意。大哥令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呀。谢谢大哥令，谢谢大哥令的救命之恩。大哥令可真是个好官啊，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呀。对，谢谢大哥令，谢谢大哥令，谢谢大哥令。你们真的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大哥令应该做的。不用不用，您别这么说，别嫌弃，别嫌弃就好，别嫌弃啊！谢谢大哥亮，谢谢大哥亮，大哥亮真是好官啊！啊，还笑，帮我拿着点。哎，这可都是他们给你的，这满满的心意，当然要大哥亮自己拿着啦。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跟潘池打交道，免得学了他一身反骨，巧言利口。他走之前都没有来打招呼，看来是去招惹了你。戴斯圣女和火娥门是何关系？事关重大。我倒觉得他此行定另有目的。那反倒好啊，要是再敢觊觎别人家的夫人，当心我打断他的腿。夫人害羞了。还有人吗？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失分。烛影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情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点点的热。现在呢？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春风一生只愿你再往前靠点。我手上拿着东西呢，往前靠点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。真的冷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你以后不准再戏弄我。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，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现在暖和多了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。山哥，下雪了，快出来！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
一生只愿你认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穿越了春风，一生只愿你认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。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烛影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情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。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穿越了春风，一生只愿你认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。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。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我们的爱在升温，只愿。